一定会有人说啊，无啦，你这一转的袂当安尼比，我甲你讲，人一转的足强的，人当初一转的足厉害的。看11秒了，11倍的废物哎、欸！要修这是要哪算啦？11倍废物哎、欸！你慢人家11秒，你就是11倍的废物哎、欸！我来怕一个啊，怕蜈蚣啊，怕蜈蚣会跳哎，怕我靠啊！11秒，你若讲一秒的刷，你若1、2秒的刷。干你迄二连死11秒呢，是要哪算？你看，啊射一个人哪漏风呢，都无效啊！你看，转一届就无效的啊！你看，转一届你得搁等11秒了，可怜呢！你看这，你看，干规路的了，你有看无？边啊搁有迄副官搁会转呢，这毋只叫二连死。我来甲开迄技能，我开自动挂机的，然后二连死，甲新神邻居，这拢甲开嘞，好，自动，全部，好啦，卖讲我安尼偏袒相啦，我著开这起安尼就好啊。你著家己看落啊。拢免考虑啊！哈哈，你娘嘞，二连死在遐久，是要怎算？我第一次看到 R 有二连死要那么久的啦！这种猎人我是要怎支持的嘞？哈，怎这么多你不知道？哪有人二连死是要 CD 时间的？你当作我们第一天玩 RO 吗？人家一个副官都比他强，呵呵，边走边用二连死，哈哈哈，真正有够悲哀。那应该再自动取消掉，你看啊。他刚刚讲了，边走边用二连死。啊，其实讲白一点，就是你 CD 时间短，你就没有问题啦。啊，你 CD 时间长，你就有问题了。哎，刚才我开这有恁看，你就在靠背这二连死那呢？干，这个才叫倒地的二连死，妈的！